满天，你吃吗？吃饱了。那你这里的虾仁姐姐帮你吃掉。那你的鸡腿姐姐帮你吃掉。我们两个在墙角不用吃了。吃鸡肉吧。你吃不吃鸡肉？不吃。算了，我吃。那边有什么呢？真不错，真不错。男生。我们俩吃的真多。你吃这个丸子了没？吃了一个。这个里面有辣椒酱，冰箱里。辣椒酱？嗯。什么辣椒酱？这个好吃。嗯，这个好吃，好好吃。你看，我们两个果然是最后的吧？哇，真的。这个是咸蛋黄茄子还是什么，很好吃。哇，真不错。果然女艺人的胃都很小，我才吃了三个粽子这就撑死了。我才吃了四个。你才吃了四个粽子也、你是在吃第五个粽子了吗？嗯，真不错，真不错哈。来，我们一起用吃西餐的方式啊，中西结合一下。这个粽子是几分熟啊？